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久没有吃野果了，这段时间有一种非常好吃的野果，应该要熟了。我们去看一下吧，走吧。我们要摘的野果就在那个上面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哎，终于到了，这一棵就是冬桃树了。这上面这个一个个绿绿的，就是冬桃。我要找个东西把它敲下来，看熟了没有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冬桃的，我们叫冬桃，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好像是学名叫做橄榄果。我找了一根干木头架在这里，那个边上还有好多。这就是今天跟小芳的收获，现在拿回去放几天就可以吃了。野果拿回来之后要放一段时间，我准备好了这个米糠。其实这个原理是跟那个放猕猴桃是一样的，小的时候去拿猕猴桃的时候发现猕猴桃没熟，然后拿回来放在这个米糠里面一段时间它就熟了，这个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已经放了有10天了，但是我看了一下还是很硬的，不过有一些已经软了，可以吃了。嗯，这可以吃，但是还有一点酸，没办法。